今日咧带大家嚟到呢一个海伦堡嘅九月龙湾。嘅話，而家可以用一個比較低嘅價錢，可以買咗一個航空新城嘅未來嘅方向，即係個空間就比較大啦。係，空間比較超高。想睇更多精彩內容，請關注 V Plus 大灣區筍盤王頻道啦。咁我哋咧一齊嚟睇一睇咧呢個九月龍灣嘅一個環廳設計啊！因為我哋咧香港觀眾咧其實係好中意環廳嘅，咁啊睇下佢係可以點樣嘅佈局啦、編排好嘛？我哋 let's go 入去嚟試一試。呢邊呢個係幾大㗎？106方嘅。係。就做到三房，3+1=4房，兩廳兩衛。哦，3+1，咁嗰個房？呢個嘅話就係我哋陽台改成房間嘅。嗯，咁將來我想問交付嘅時候，佢係會點樣交付㗎？你依家見到嘅就係啦，就係將我哋嘅藥板間啲裝入去嘅嘢就撤走咗，牆啊，包括地啊，我哋嘅窗全部都已經做好曬。做好曬㗎啦。係啦，即係精係精裝膠㗎嘛。係精裝膠嘅。哦，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一入到嚟，呢邊係我哋嘅公廁。係。乾濕分離嘅設計。乾濕分離嘅。啊，都做得好。空間都非常之大嘅。設計都好好。咁呢個就係一個，係我哋一個兒童房。兒童房飄窗嗰度係都係會照樣咁樣交嘅係嘛？飄窗嘅話，我哋都會做好嗰啲窗台石都做好曬嘅。哦、，OK。然後咧，我哋嘅玻璃窗咧個窗，我哋係一個中空嘅，中間嘅話佢有一個百葉窗設計嘅，即係你睇。哦，即係可以自己。係啊，佢喺兩個玻璃嘅中間嘅，唔會影響到我哋嘅美觀，就可以幫我哋比較實用啲咯。呢、這個係呢、這個都係贈送嘅，到時我哋都全部裝都裝嘅。係啊，幾用幾嗱？你睇下喎，你廚房咧？呢邊就係廚房，呢個 U 字型嘅設計，非常符合我哋嘅使用嘅一個。我哋入去睇下先 ，U 字型設計好。咁我哋咧嗱，我今日咧會煎一個蛋嘅咁樣，喂，真蛋嚟㗎。假摸落以為真蛋，咁就我道具都比較逼真啊！我想問問呢一個係交付標準？係，依家呢個就係交付標準啦。呢個咧？我哋一個櫥櫃嘅話，全部都係敲出面嘅。咁一個，咁呢個都係。係啊，抽油煙機啦，然後燃氣灶啦，同埋消毒碗櫃都會有。消毒碗櫃都有。爐頭啦，係啊，咁啊呢個都有啊，都有嘅，全部都有嘅。係，咁同埋呢個廚房真係幾闊落啊！即係如果以呢一個嘅間隔嚟講咧，佢 U 字型嘅設計都唔錯。仲留咗個可以放三門嘅冰箱。我就想講啊，你知唔知咧？我哋之前即係項目冇講，有一啲百二方嗰啲咧，我哋去過睇過咧，廚房咧留嗰個冰箱位咧係得咁多嘅啫，佢只能夠俾到兩門，呢、這個俾到三門，真係算係幾好，唔錯唔錯。咁一出到嚟啦，煮完嘢食就係成喺我哋嘅客廳啦4.2米嘅開間。4.2米開間，咁我想問一問咧，咁、那個交付嘅時候個天花係會點樣㗎？交付嘅話，我哋天花嘅話吊頂會做好嘅，不過就冇做空調。空調可能自己後期自己安裝，係咯係咯，個家電嗰啲就自己安裝咯。係啦係啦 ，OK， 咁就呢一個飄窗係會有㗎啦。係飄窗係會有嘅。OK， 咁另外呢一邊呢邊係陽台啦，陽台就對嘅係東南向。嗯，東南向。我哋二棟嗰邊嘅106方咧，佢係正南嘅。正南嘅。係啊。
咁即係換句話，嗰個陽台個到時家父都係道門啦，做好俾你啦。係係係係。係啦，咁就 OK。咁陽台嘅燈咧？陽台嘅燈，到時嘅話。主燈的話就是自己安裝，因為軟裝的話大部分都要根據你自己到時的整體設計去走的，我們裝了你不一定喜歡的，是是是，反而後期你還要拆了更加麻煩，對對對，好，這邊的話還有一個客房和我們的主人房的，嗯，哦，挺好的，它的設計是都是有個飄窗的，是都有飄窗的，這個設計現在就做了個榻榻米了，就連了飄窗一起設計，嗯，空間使用就會更加好，是是，這邊是主人房，一個套間設計，哦，它是，哦，它這種都是三面落床啦，是啊，嗯，到時的衣櫃的設計的位置呢，設計的話可能就可以跟我們不一樣，因為我們交付的時候是，嗯，衣櫃是沒有的，明白明白，都是如果房就是木地板啦，是啊，房位就是木地板的，然後呢客廳呢那些就是我們用地磚來 的，用我們品牲用了蒙娜麗莎的，哦，哇厲害，還有你我們衛生間和你剛剛看到的廚房呢，我們都是你看到的效果就是實際交付的效果的，即是你說那個效果和那隻顏色，是啊，是啊，哦，就是這樣，挺高調挺好，那個格調不錯不錯我喜歡，是啊，OK，那個房子也是很大的，做得這個房子的話差不多加上衛生間的話差不多到20個平方了，啊，我想問小野呢，是好像這種這電制呢，到時它交付是怎樣的，就跟這個一樣的，即是，電制是跟這個一樣的，是，那，還有 都應該會有很多，因為你知道現在家電比較多，經常要很多很多的插頭呢，哦，都會有那個，啊，都會有的，嗯嗯嗯，全部都會有，是的，是的，挺漂亮，它全部我們的裝修風格的話都是配我們那個，灰色和白色黑色相結合的，所以出來的效果就比較現代化和比較適合我們當下的審美標準，哦，這個都是，是啊，我還有我們後期搭配軟裝的時候呢就比較容易搭配了，嗯嗯，是黑色灰色和白色，是，嗯，很有格調啊，好，那我們呢又看完另外那兩個的戶型啦，咦，我知道呢你們的三房賣得很好，哦，那不如介紹一下呢，是啊，現在我們看到這個就是83方了，嗯，現在我們主推的是89方的，嗯，它們的戶型呢是非常接近的，嗯，但89方呢就比83方的空間會大一點，嗯，然後呢陽台會更加長的，達到5米多一點的，連通一個客房的，所以後期的話，哦，它整個景觀效果會更加好的，還有89方是正南向的，哦，正南向添，啊，咦，咁不如我哋跟一跟鏡頭去感受一下呢個間隔啊！不要講笑了，我們香港人其實呢住兩房啊三房呢都覺得兩房都覺得大的了，現在正正有一些69平，不如介紹一下，是啊，這個是我們一個69方的兩房一衛一個戶型來的，嗯，啊，現在我們入邊這個就是我們樣板間了，設計的話，嗯，後期都可以參考的，嗯，那我們一起看一看，跟個鏡頭去感受一下先，
喂，富哥，咁啊，即係頭先都好好啦，介紹曬成個項目啦。咁我哋關注嘅幾時交樓先？我哋交樓嘅話喺2024年嘅10月到12月左右嘅。係，咁另外付款嗰方面咧？付款嘅話可以按揭啦，同埋一次性啦。哦，一次性嘅，咁啊，詳情梗係可以即係聯絡翻我哋銷售啦。咁係啦，咁其實航空新城都有一啲一手唔同嘅一手項目啦，或者二手。咁點解會選擇呢度㗎？咁我哋可以睇翻呢度啦。嗱，啱啱講咗我哋成個航空新城咧，呢個就係成我哋嘅航空新城嘅片區啦。呢邊係 A 啦，呢邊係 B 啦，呢邊係 C 片區啦。而且咧，依家你可以見到嘅 C 片區嘅話，已經發展咗8到9年時間㗎啦。依家佢哋我哋最高層係賣到32,000嘅。但依家咧就依家成個大環境落嚟咧，佢仲可以堅挺喺22,000到26,000之間嘅。係，因為你講一手嘅係一手嘅，二手嘅話都係19,000到20,000左右啦。因為佢成個片區嘅話係比較成熟，同埋所有嘅配套已經兑現咗㗎嘛。我哋呢個片區咧 ，B 片區係啱啱起步嘅，大概2年時間左右啦。然後咧，你可以見得到我哋呢周邊嘅一個均價就係19,000到20,000左右嘅。依家而且我哋依家九月龍灣咧項目咧，仲有自己嘅一個特價優惠嘅話，落嚟嘅空間更加大啦。而且咧，你可以見到呢一部分嘅逐漸都會發展嘅。後期發展起身，所有嘅配套都完善兑現咗之後咧，佢會同 C 片區係冇咩區別㗎啦。我哋呢兩個片區相隔就係1到2公里嘅啫。所以基本上就黐埋一齊㗎啦。所以後期嘅話，成個綜合情況嘅話，呢邊性價比會高好多，即係佢嘅上漲嘅空間就會高好多。即係換句話，我而家可以用一個比較低嘅價錢，可以買咗一個航空新城嘅未來嘅方向，係啦，即係個空間就比較大啦，係，性價比就超高。哇，咁啊正啦！咁我哋就多謝曬富哥啦。咁希望咧陸續續，譬如話下個月有再推疊税嗰啲資料，我哋又可以嚟即係同觀眾去介紹一下啦，好唔好？非常歡迎你哋過嚟。好啊，因為我聽到嗰個咩96平可以有200平嘅，即係我都好即係心思思，好想快啲嚟睇下啦。係。咁我哋就再介紹啲好嘅項目俾觀眾啦。咁我哋下集見啦，拜拜。拜拜。